姐，你终于醒了，来喝点水。你谁呀、啊？杜宁，不要什么陌生人都往家里带，你让他出去。盛兰姐，我是七七啊。七七，医生说盛兰现在需要静养，你先出去吧。那好吧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走！盛兰姐，你七七，对不起，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合适的玩偶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不用了。七七的玩偶终于不好了。要让盛楠姐想起我，你这也太菜了吧，还得我代理费。盛楠姐，因为你说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心意礼物，刚好淘宝1212来了，我特地买下了这件西服，是你之前说很喜欢的那件哦，面料很丝滑，小众又显气质，酷酷的。我们以前每次淘宝1212都会一起熬夜做攻略，你还记得不？哎呀，七七真有心，真是特别的心意送给特别的你。盛楠，你快收下吧。怎么又是你，烦不烦啊？阴魂不散。盛楠姐，我这明明是盛楠姐一直心心念念的衣服。七七，医生说盛楠只是暂时性失忆，你多跟他说说以前的事儿，说不定他就能想起你了。盛楠姐，只要能让你想起我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说了我不认识你。盛楠姐，以后我再也不乱发脾气了。你烦不烦啊？说这些跟我有关系吗？盛楠姐，你真的都忘记了吗？我好像有点印象，你先在外面等我。好，我等你。南总，那个女孩已经站了3个小时了，让她待着吧。可今天外面有-10度。南总，他已经在外面等一天了。别管他。哎，你回来。淘宝1212来了，每年年尾我都会给姐妹送一份新年的心意礼物，这可是全年最后一次购物狂欢，买199减25超划算，我也给你选了一个。现在点下方链接，还有机会领取更多5折优惠券呢。12点了，怎么还在？我们走后门。你别等了，南总已经从后门走了。什么？盛楠姐，你看，这是你给我不好的玩偶。盛楠姐，你还记得吗？每年我们都会为对方准备新年心意礼物呀。之前是我不对，本来我是想把这个圣诞限定口红做礼物藏在玩偶里，给你一个惊喜。结果看见玩偶坏了，就没控制住脾气。你看这个色号，还是你最喜欢的，非常显白不拔干，还是明星同款。